It's position, you can feel it. Right. 你那个没有撑，你那个没撑起来，你那个肘是掉的，那个肘是掉的，你压他那个肘。 你压我，你压我这个肘，你看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个肘是这样，嗯，这样子，嗯，还有，往外，嗯，往外，看，看不懂，这样，哎，这样。 拉出去，这样不懂，这个肘是这样子的。你那个不要用肩推，你用肘拉，你那个肘没有，这个也要拉，这没有拉。你看这个掌，这是直线。 是不是？这是直线，他做了几个曲？你看他做的曲线，直线，曲线，直线，曲线，他做的是这个曲线，看不懂？这个曲线我们比较少用。 啊，一般的曲线，比方讲白色浮草的曲线，这种曲线是，它做的曲线是这样的曲线，这样的曲线，啊，一般都是比，啊，这个是这样的曲线。然后白线果比较三 D 的，它曲线比较三 D 的感觉。它是方向性不一样，侧面。 侧面的比较少，这样，所以一般的人他很不习惯，对吧？他就是变成这样子，看不懂。你看，所以他是这样子的力量，他是这个力量，直线、曲线、直线、曲线，这个力量，啊。 所以手肘要练习平托掌，你们平托掌那个托做不出来，也是一样，直线它没托，直线它没有托，托你看，托弯曲怎么托？托不是这样子吗？这样没有托，是不是？你看。 这样拖，这样拖，这样拖，还是一样，在这里。你看，你那个肘是收回去的，有没有？你那肘是收回去的嘛？你这个肘，你看哈，这样就没有拖了。嗯。 这样没有托吗？是，这是沉下来的嘛，松下来的嘛，是不是？是这样才有托啊！你看，这样托，这样托，看不懂？你看是这样，你做是这样，走的力量没有了。是。啊，看不懂？啊。 对，有一点像手不要高，手都在这边，手就在这边托住，所以你那个力量出来，往上往前，往上往前，不要全往上，往上往前，往上往前，这个力量一出来，你这个骨盆自然是这样子，自然变成这样子，啊。 啊，要去把肘练好。